很多人在喊你的名字，你都听到了。啊，我听得到，听得到，我也跟他们回应了，也跟他们打招呼了，哎，非常感谢他们。我看开场的时候，咱们的出场设计哈很别致，对，特别的含义吗？没有什么含义，就是，就是给大家就是娱乐一下。评一下自己今天的发挥。啊，今天的发挥在我训练水平里边的话，应该算是超级发挥了。啊，这次全运会的目标暂时是就是希望在后几场比赛啊能够让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啊，然后愿望就是想拿一枚金牌。